烤肉，耶、yeah, ！中秋节快乐！看到没有？不用赖，这样子，超多。中秋节快乐！哎、欸，快点先吃干杯，我帮你准备。中秋节就要吃好，对自己好一点，有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你这是很呛的那个干杯吗？什么干杯啦？那个 wasabi 吗？不是，吓死我！像你这么大一口，如果是那个的话，我会哭哦。嗯，天哪！吓死！好，吓到人家。你有拿筷子？No，好，我就说好吃就好了，说好吃。好吃。你是熟女呢，怎么会变这样子啊？先大口吃一个肉，老婆辛辛苦苦炒的肉哈，一定要先喂老婆吃一口，一口吃，没有，开玩笑。演一下而已，然后我这个吃小一点的。哦，你知道吗？我让蜜汁啊买了咸猪肉，一开始我说我要五只鸡吃，他说可以等我一下嘛。我那个不分打五个地方。超香。前段，肉鱼，靠前段们，阿妹很爱吃。你看他，我觉得他烤肉就是很像，他比自己腌完鸡就自己烤还专业。这时候烤肉就要吃他们家的，真的。好，你还买他们的咸酥肉，这种烤肉生意超好。我们原本要订那个烤肉串那种，嗯，然后还有不可以现场订位，说什么？那种哎，不好意思哦，哈，那个好，中秋节期间不让人家预定，因为我觉得烤肉的生意真的太好，没关系，我们不要急着这个时候烤，我们就是，对，它这样就很够，好不好？吃羊肉啊，然后我们有这个包菜生肉，它还有我们蜜包菜生肉，包肉生肉。你告诉我，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偷偷喝了很多酒？嗯，喝几杯啊？几杯下是不是？白酒。你觉得他们有鸡翅哦？他说，为了工厂来不及串。嗯。中秋节，帮他们鸡翅好吃。嗯，我觉得他们鸡翅是跟这个鸡不一样的，不是那种甜甜的鸡，它是烤很干很干，然后。脆脆，要带点孜然的香味。嗯，大波。天哪！啊，我没有看到。我女儿这样子好干净。来，爸爸还有一个。啊，看到没有？哇，天哪！两岁的小孩可以啃成这个样子。来吃看它的豆干，里面有一根是鹿肉，但这样子我实在是看不出哪一根是鹿肉。这时候我就要看到后面这个，这应该都是羊肉串，猪肉。嗯，这根是鹿肉。红色，其他是蓝色啊。它只有一根鹿肉啊。哈哈哈！算了，真的吃不出来。无所谓，有的吃就好了。嗯，我的咸猪肉这样是下酒。很棒，这一道料理。怎样？
然后配生菜解油腻，然后夹几块肉进去，那也可以。对啊，没有，我已经有羊那个牛肉啦。妹妹，干嘛干嘛？全球探险队是吧？全球探险队舞怎么跳？怎么跳舞？啊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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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过来这边，不用不用摆 pose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我觉得我女儿以后会是比难搞艺的还要难搞的、啊，难搞艺的，是不是？哇，今天都是肉哎、欸，中秋节一定要吃满满的肉。而且不用烤，自己满身乌烟瘴气，满身都是油，是不是？烟。我今天在火锅店，火锅店外面，不知道哪一家在烤肉，哦，有够香的啦！他马上传讯说：“你今天吃烤肉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好啊。”真的，外面好香哦！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中秋节真的是还是要闻到那个烤肉香，就是很应景。你出去找一圈就好了。自己在就是跟朋友在烤啊、喝酒啊，那种感觉是真的不一样。但因为真的是今年疫情的关系，真的是。嗯，大家就是尽量不要聚集烤肉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棒的一个节日。中秋节是很棒的节日，这也是疫情在蓄势待发的其中一个节日。我们这一次如果我觉得我这次如果能挺过的话，这个疫情就对我们来说没太严重。哥哥。那、中三大节日，中秋、端午。妈妈来。什么节？嗯，对吧？我忘了。反正中秋、端午、过年。妈妈来。是吗？还元宵。清明。是吗？元宵去哪里？嗯。那是过年吧。妈妈来。他最近都一直拐我去，不知道去哪里，然后走回去他就。就是要做坏事，我觉得是。还有他如果只找我的话，就是我懂了，干嘛？满满的肉，知道吗？没有啊，没。阿姨回去过中秋了，她带着我们回去过中秋。可我很想她。她明天应该不用上班吧？要谁？你妈。她要啊。要。中秋还有要剪头发。然后她说：“我要她星期二说啊。”婆婆妈妈要在过节的那一天之前先 settle 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慢慢吃，好吧？牛奶过来跟大家说拜拜。啊。那先跟大家说拜拜。凯牙齿。凯牙齿啊，来，妈妈帮你弄，好吧？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